A 路的故事就像悄悄话般开始，一个身怀绝技的女孩，她的歌声却拥有震撼世界的力量。2020年，她发表了歌曲《吵死了》，瞬间爆红，让她一举成名。Ado 充满爆发力的嗓音和歌曲中饱满的情感，引起了数百万人的共鸣，使她立刻成为了一位偶像。Ado 的音乐以其充满力量的风格和触动人心的歌词为特色，打动了渴望真实的一代人。她成为了希望和灵感的象征。她的歌声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就像一盏明灯，指引着大家前进。Ado 的音乐旅程并非一帆风顺。他从小就对音乐充满热情，经常在家中自弹自唱，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站在舞台上。他的家人和朋友一直是他最大的支持者，鼓励他追求自己的梦想。随着时间的推移， Ado 开始在当地的音乐比赛中崭露头角，逐渐积累了一些粉丝。然而，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他在网络上的表现。他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音乐作品，迅速吸引了大量的关注。他的歌曲《吵死了》在短短几天内就获得了数百万次播放，这让他一夜之间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字。Ado 的成功并非仅仅依靠他的嗓音，他的创作才华同样令人惊叹。他的歌曲充满了个人经历和情感，让听众感同身受。他的音乐风格独特，融合了多种音乐元素，既有流行音乐的旋律，又有摇滚音乐的激情，这使得他的作品在市场上独树一帜。如今 ，Ado 已经成为了音乐界的一颗星星，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他的音乐不仅在日本广受欢迎，还在国际上获得了大量的粉丝。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并且不断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Ado 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我们期待着他带来更多动人的音乐作品。Ado 的才华无远弗届，他的音乐超越了国界和语言的限制，他的旋律和歌词无论在哪个国家都能引起共鸣。即将到来的世界巡回演唱会证明了他在全球的超高人气，也让全世界的歌迷们有机会亲身体验他充满爆发力的现场演出。从东京到台北，从伦敦到洛杉矶， Ado 将以他独特的流行、摇滚和灵魂乐的融合风格征服每一位观众。这不仅仅是一系列的演唱会，更是一场音乐力量的庆典，展现了音乐如何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并给予人们灵感。这也是 Ado 与歌迷们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让他可以与全世界分享他的音乐和理念。Ado 的音乐旅程始于他年少时的梦想。从小，他就对音乐充满热情，并且不断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他的歌曲不仅仅是旋律优美，更是充满了深刻的情感和故事。每一首歌都像是一段旅程，带领听众进入他的内心世界。他的音乐风格多变，既有激昂的摇滚，也有柔情的抒情曲，这使得他的音乐作品更加丰富多彩。在他的演唱会上，观众们不仅能够聆听到他的音乐，还能感受到他的热情和能量。他总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每一场演出中，与观众们产生共鸣。这种真诚和热情使得他的演唱会成为一场难忘的音乐盛宴。此外， Ado 的音乐还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他的歌词经常探讨社会问题和人类情感，这使得他的音乐不仅仅是娱乐，更是一种对世界的思考和反思。他希望通过音乐能够唤起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并激励大家去改变世界。总之， Ado 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不仅仅是一场音乐盛事，更是一场心灵的洗礼。他的音乐将继续影响和激励着全球的听众，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音乐盛宴的到来。台湾的歌迷朋友们，快记下这个重要的日子吧。Ado 即将来到台北开唱了。这位轰动日本乐坛的超人气歌手，将带着他充满爆发力的演出，首次来到台湾，作为他备受期待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一站。这场盛大的音乐盛会
将于演唱会日期在演唱会地点举行。这个场地可是以举办过无数令人难忘的音乐盛事而闻名。相信这场演唱会一定会成为一个难忘的夜晚，不仅是对 Idol 音乐的庆祝，也展现出他在全球不断扩大的歌迷基础。 Idol 的音乐风格独特，融合了多种音乐元素，从流行到摇滚，甚至还有电子音乐。他的每一首歌都充满了情感和力量，让人无法抗拒。他的歌声不仅在日本引起了轰动，也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大量的粉丝。这次的台北演唱会将是他首次在台湾的现场表演，对于他的台湾歌迷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这场演唱会的门票一经开售就迅速售罄，足以见证 Idol 在台湾的超高人气。歌迷们早早地排队购票，甚至有人从外地赶来，只为了亲眼目睹他的现场演出。这场演唱会不仅仅是一场音乐盛宴，更是一个让歌迷们聚集在一起，共同分享对 Idol 热爱的机会。Idol 对于他的歌迷们也充满了感激之情，他经常在社交媒体上与粉丝互动，分享他的生活点滴和音乐创作过程。他的真诚和亲和力使得他的粉丝群体更加紧密。这次的台北演唱会， Idol 也特别准备了一些惊喜，让现场的每一位观众都能感受到他的用心和热情。演唱会的筹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从舞台设计到灯光音响，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只为了给观众带来最完美的视听享受。这场演唱会不仅仅是一场音乐表演，更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飨宴。相信在这个特别的夜晚， Idol 将会用他的音乐和表演为台湾的歌迷们带来一个难忘的回忆。当演唱会结束时，歌迷们将带着满满的回忆和感动离开。这场演唱会不仅仅是一个音乐盛会，更是一个让人们彼此连结、共同分享音乐热情的时刻。 Idol 的首次台北演唱会必将成为他音乐旅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将在台湾歌迷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为了确保公平透明的购票流程， Idol 台北演唱会将采用实名制购票系统。这意味着每一张售出的门票都将与购票者的姓名绑定。这项措施旨在打击黄牛，并确保真正的歌迷朋友们都能有最大的机会购买到门票。这也展现了 Idol 对歌迷们的承诺，希望为每个人创造一个公平、愉快的演唱会体验。第五部分，购票指南，一步一步教你买到票。购买 Idol 台北演唱会的门票非常简单方便，门票将从门票开售日期和时间开始，在售票平台线上贩售。为了确保顺利购票，建议您事先在售票平台上注册账号。在购票过程中，您需要根据实名制购票系统的要求，提供您的真实姓名和其他必要信息。购票完成后，您将会收到一张印有您姓名的电子门票，您需要在入场时出示这张电子门票。第六部分，票价选择，满足每位歌迷的需求。 Idol 台北演唱会提供多种票价选择，以满足每位歌迷的喜好和预算。票价从最低票价到最高票价不等级，具体取决于座位区域。无论您是想近距离感受演出的魅力，还是喜欢远距离欣赏舞台全景，这里都有适合您的票价选择。请记住，门票预计将会很快售罄，因此请您尽早购票。第七部分，难忘的夜晚， Idol 与歌迷的音乐连结。 Idol 的演唱会不仅仅是音乐表演，更是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会在观众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充满爆发力的嗓音，加上他充满魅力的舞台表演，营造出一种充满魔力的氛围。 Idol 与歌迷之间的连结是显而易见的，他的能量极具感染力，他的热情也无可否认。这场台北演唱会将会是一个充满难忘瞬间的夜晚，音乐将会超越语言的界限，将所有人的心灵紧紧相连。
第八部分，准备好了吗？台北，倒数计时开始。随着 ADO 即将首次在台北举办演唱会，整个城市都充满了期待和兴奋。歌迷们热切地倒数着日子，准备好亲眼见证这位日本乐坛的超人气歌手带来充满爆发力的精彩演出。ADO 的音乐感动了无数人，而他在台北的演唱会也证明了他在全球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准备好跟着 ADO 的热门歌曲一起合唱，感受他充满力量的歌声，并沉浸在他迷人的舞台魅力中吧。第九部分，不要错过，立即抢购门票，千万不要错过在台北亲眼见证 ADO 难忘演出的机会。门票现已开售，而且销售速度非常快，赶快前往售票平台购买门票，成为这场历史性音乐盛会的一份子吧。这是您亲身体验 ADO 音乐魅力的难得机会，也将会成为您一生难忘的回忆。我们演唱会见。